你是台语比中文还好是不是？嘿，对，我拢讲台语较济。最诡异的这话，台语讲的比我还好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讲台湾话？来台湾差不多三年。三年。开始讲讲台语。所以你没办法说中文是不是？有一点点，可是很烂呢。是你公婆还有老公都讲台语吗？我拢讲台语。我跟我阿公、我婆婆拢讲台语。我阿公，还会用阿公，所以台语的脏话你应该也很溜吧？哦，有喏，我唔敢讲啊。但系我婆婆看到，但系我等下出叫咩事？哦，叫咩事？你好台哦，怎么这么台？所以婆婆跟你说台语哦？对啊。所以你来台湾要跟婆婆住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痛苦？还好啊，都开始当感觉。当然拢足奇怪啊，无方便啊，被冲煞无方便啊。你都会，我家你婆婆还给不？你这很烂，还给啊，还给吵架。他的泰语比你的好。因为一开始不习惯，一定会看对方不顺眼的。没啦，就忍耐是不是？还好，甲伊无啥物。刚有一天冲突是要啉水的时阵啊，我人。拄好我来台湾两个月啊，啊，我人爱去山顶啊，啊，我人走了的时阵啊，我要啉水去开水龙头啊，开要啉水，我婆婆就甲我拗啊，讲袂使啉啊，讲是安怎，讲袂使啉啊，袂使就袂使，我甲伊讲为什么用西班牙，我假，哎呦听不懂，阿姨讲话我嘛听无啊，我赶紧来打电话给我人。你拄走一点钟尔，恁母啊，我给我啉水呀。他说不可以从水龙头喝水，对，因为怕脏。台湾的一定要先喝。对啊。喝啊！你买他过滤。啊，我说先过滤的意思吗？煮过。煮开的意思，煮过。你懂好多。小时候记得我看那个气象报道。只是在波兰那个新闻看完之后，就会有那个气象预报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台北出现嘛，然后就报那个台北的天气怎么样。我每次都觉得，台北这个名字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就想说以后有机会很想到这里来看看。然后就没想到，就过了不知道几年，我真的嫁到台湾来了，然后住台北了，就觉得很好玩。所以是意外的。该那段是演讲吗？哦 ，Anna 的演 ，Anna 讲话好标准，好像是演讲比赛。我来台湾的时候 ，Anna， 你中文在哪里学的？在台湾学的。可是你比很多台湾人讲的国语标准哎。就要看吧，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蛮重的口音。你没有口音，就看情况吧。对啊，你讲得很好，讲得比我还要好。我在马来西亚好像也蛮红的嘛。我你好，非常红啊！对啊，有人认识他吗？非常对，我在新马，大家都认识你。新马包括我觉得李瑞麟也应该知道喽。我本来误以为我在新马没知名度，可是我最近刚去新马，你们的节目在那里，好多人非常喜欢。谢谢。所以相对的，你在新加坡应该也是有知名度啊，有非常对，有吗？康熙来了非常有名。那你现在喜欢的明星是韩国人还是台湾人？你，那就对了。所以我在韩国也红哦，红。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？你走吧，我都接不下去。有一位太太说，她曾经在吃年夜饭的时候，叫她婆婆去吃菜。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心声嘛。是谁吃饭的时候跟婆婆说你要吃菜，结果说成假菜？是你吗？假菜，你当时是讲真的吧？刚来的时候，我说，阿妈记菜，那这是菜的。菜的那个吃菜，吃菜对。你去吃辣的菜，你觉得这个不是好吃的？我其实本身不太吃辣，但是我会觉得台湾的辣怎么讲呢？就只是辣，对，就没有其他的多余的口感。
对，我觉得你们要多见见世面。然后跟来宾吵架，就下次请他们带他们觉得好吃的辣的菜给我们吃吃看啊。因为那个东南亚跟台湾不太一样，因为东南亚就是比较多香料嘛，就是比较香，就是不像台湾，就是那个就是淡淡这样子的。是，你买回来是不对的食物，你婆婆会把它摔在桌上说这是虾吗？哎，是不会了，只是说对，只是说就是再去买一次这样子。嗯、可是那时候过来啊，他应该会拿那个鱼打你的脸吧？你几条？下来台湾有一直哭吗？不习惯。就是那一段时间哭了很惨，然后。可是你哭的时候，老公会安慰你吗？啊，不会。他就说我很啰嗦。对，哭什么？哭的原因是什么？哭的原因就是婆婆的关系。所以他不大鸟我，他不大鸟我。会说很好吗？经常妈妈在，不是女儿都很孝顺吗？就轮流这样，每天都这样子来，然后从台中、台南，然后新竹。这样子一路过来就这样的，东 对，所以你就要煮菜给那些姑姑们吃，对，然后跟我婆婆，对。现在是在聊姑嫂的问题。我跟访谈就是慢慢他们就会卸下心防。所以你现在跟大小姑处的还好吗？现在是很不错，可是刚开始那段，两三年那个就是，很累。你觉得他在我们节目讲了刚刚的事情，那些姑姑会喜欢吗？可能已经可能会翻脸。去吃泰国菜的时候，很多人点虾饼，对不对？月亮虾饼。月亮虾饼，结果在泰国其实不太吃得到月亮虾饼，是不是？因为泰国的话，他们没有这个月亮虾饼。不叫月亮虾饼，叫什么？我们叫那个波标。哦。这波标是什么？好像肉，类似那个台湾炸的那个放那个韭菜有没有？人家炸的那个，它类似那种的。炸韭菜。但是我们那边用葱代替。然后在泰国，它的形状也是圆形的吗？嗯，对，它也用跟那个台湾炸一样的，一坨一坨这样子。因为台湾是有圆形的跟那个三角形的选择。三角形就是把圆形切成三角。可是他都会推出两种选择，好像名字不一样，跟披萨一样，我说有就是一样，看起来就很嫩啊，是吗？很软，很软嫩。可是讲真的，它看起来很干呢。没有啊，我刚才拿的时候它会晃啊，是不是很软嫩？吃错东西，你吃的好脏哦。对，那个香料，那个是对，姜，南姜，南姜，你以为是牛肉？我怎么样自来整我的是不是？这块是姜吗？你刚刚说很嫩吗？你应该吃旁边一点，因为有一些就是筋了。咬到骨头了，你咬到骨头。躲旁边这边是，你有礼貌一点好不好？像那上嫩吗？非常像牛肉干的，偏牛肉干的程度。对，所以我们对巴东牛肉的印象是比较偏干一点的。有一点，因为带干了，这个是做带干了，有一点干。故意煮干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也。等于说这道菜是你没有煮成功吗？现在这个。这个意思吗？缅甸用筷子吗？没有啊。那碗呢？用手。用手。用盘子。因为如果你这样抓，不会太过分吗？哇！所以它有没有一些？这个有没有太大？有太大。所以它就是要自己把它捏成自己喜欢的类型。没有，还要再多一点，那个一半。你说这样吗？对，差不多这样。然后他们都吃很大口。可是这样很难把它吃进去。对，不会啊，很好吃耶。我觉得他们今天在整我。有辣。我吃到一个很像饼干的东西，豆豆啊，很像蚕豆酥里面那个。这个豆子，你那个好像是花生哎，有啊，花生也有，还有芝麻。花生啊，没有，我吃到的是另外一个，是这个，
它有扁扁的，就像薏仁那样的东西吗？这就很像蚕豆哦，脆脆的很好吃啊。是什么？豆豆啊，就叫豆豆吗？豆，这哪一种豆？不要闹了，小姐姐。哪有人？哪有东西叫豆豆？所以请问刚刚有一个黄色的，你说是豆豆，那这个绿色的是什么？绿色的也是啊，也是豆豆。这样的一个没礼貌，有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办法生小孩，所以我们就被讲不可以问。可是我来台湾好几个人，我第一次认识他们的时候，哎，你有几个小孩？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？这样子哦。如果我是在英国的话，也非常没礼貌。我觉得是你关你的屁事，这是我的生活。所以你在英国真的你可以回说关你屁事吗？哎，我不可以说，我就是不可以，因为我们不敢问吧？对，没有人可能问吧？俄罗斯可以问吗？可以问啊，对啊，但是我觉得是台湾问的太多啊。我很好奇，像英国人这样情侣或者夫妻见面，这个我们会很自然。那你们夫妻朋友这样见面都问什么？你们都问些什么？就是 couple friends， 可以 they talk about two couples when they meet together。他们讲什么？你们在问什么？问什么话？问什么话？为什么是在吉利亚翻译？